宽容、慈悲、大爱、感恩、奉献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在座的70个人，大家都存着一个善良的心，都存着宽容、慈悲、大爱、感恩、奉献，这是不得了的。啊，连我们的信念很坚强的，有国才有家，家和万事兴，善与国同在，济与民同心。我最近跟政府一直在提议，全部的政府机构，全部的小学，包括大学，就放2至4个语言：有国才有家，家和万事兴。善技加油，艺术加油，健康加油。